大家好，今天为大家讲解汉语拼音中最基础的六个韵母发音。오늘은중국어의가장기본이되는여섯개원문발음알려드릴게요성조는이여섯개원문위에표시합니다발음할때입이가장크게벌어지는원문순으로표기합니다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欢迎你订阅微信公众账号 ry-Chinese YouTube Bobo 中国。下次再见。